老学姐来蹭一波2023新鲜学弟学妹们的毕业背景墙。我再过来讲。哎，谢谢。这一大盘才30多。这一嘎的精华。嗨，好久不见。我这个老学姐终于又回来了，现在刷身份证就可以进了。又一批新鲜的学弟学妹们毕业了。哎，老学姐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，觉得我这个快30岁的人真的很老啊。新鲜的学弟学妹们，听说20堂3层上了很多新的好吃的，我都没吃过。这个就是我们的20堂，说实话我都没怎么吃过。天哪，我们学校的食堂现在这么好吗？麻辣拌、麻辣烫，听说这个烤盘饭很好吃。我是真的太多年没回来了吗？听说这个面条也很好吃。人家是下班了吗？这边吃这个吧，听说特好吃。炸茄子、炸土豆、炸豆角，好家伙，还有各种炸过的肉，五花肉、火腿肠、肥牛、鸡排、土豆、炸茄子。趁着我的饭还没好，我去看看二楼有什么。二楼好像没有开，我的点儿来的不太正。师傅再过来讲。哎，谢谢。哦，这个感觉很香哎，让我来尝一尝。无法拒绝炸茄子的诱惑。哎 ，Hello， 我新鲜的学妹，很年轻啊。油炸茄子。像散充满的铁板烧，炸土豆，金黄酥脆的，哇，这一大盘才30多，五花肉，哇，你快尝尝，快尝尝，香着呢，我的，他还给我扔了点圆白菜丝啥的进去，一起炒，哇，你这种油滋滋的东西就是人间快乐。因为我们学校学生太多了，我中午来的话还影响在家吃饭，因为下午还要上课，结果下午真的没有人吃饭，但是也没有人在炒菜。这个米饭居然还掺了紫米，哇，来点菜按一按，让米饭充分浸润油汁儿。我们学校的食堂真的很这个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最这个是早点，麻酱饼、油条包子、豆腐脑。我听我刚才那个学妹说，去年上了一阵糖花卷和糖火烧，特别好吃。太赞了！同学，他居然叫我同学。不要浪费这一嘎的精华。哇塞，真香啊。油润润香喷喷，孜然辣椒混合的干料香气，当然价格肯定是要比那种基本火贵一些吧，但它真的很好吃，比我们在外头吃要便宜还好吃。而且他居然叫我同学耶。哇，吃光光，走了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刚才溜达了一圈，发现小面开了，他们已经亮灯了。14块钱一碗的牛肉面，真的好便宜，14块钱这么大一碗啊！干拌抄手，哇哦，大子肉，它虽然薄了一点儿，但是颜色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，嘿嘿，吃。挺好吃的，它这个就会有点像五岳庙，
就是它回口会有点甜，像炸过一下，有一点点虎皮。这个很辣，我就不邀请你吃了。然后这个是那个胖妹那个小面，哇，这个料还是挺多的，里面是牛腩。牛肉挺好吃的，真的很辣我。二食堂现在太高级了，它的装修说是今年才开的，三层。之前我毕业那会儿好像只有一个一层。来加一个抄手吃，这个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这个大肉丸子，我感觉它不怎么吃过了一股麻酱味儿。回学校真好，刚才跟年轻的学弟去开了一个会，年轻的学弟，以后路过了没事干我就进来吃饭。而且我发现，我的手机会自动连上我们学校的 WiFi。老学姐来蹭一波2023新鲜学弟学妹们的毕业背景墙，拜拜，下次再来。